老师开始讲啊，广义指的是身体生命啊及灵性的生命。那我现在也给大众讲啊，我们的人体啊没有人懂，现在佛打开才知道啊，我们的人体它是有时间性啊，主要是要把灵性的提升啊，可以灵敏觉知啊。像我们啊，人道很可怜的啊，每个人啊，不管哪个国家啊，像我走了全世界都是生老病死啊，所以哪个国家有哪个国家的风俗啦 啊其实医院都要吃饭啊，都要做事啊，可以给大家讲啊，生命啊很脆弱的啦啊，生命的脆弱我也给大众讲，要听哦。像我们人道一定要有佛法教育啊，你假如没有佛法的教育，很可能就是万物你会去做啊，不管畜生道啦、大地啦、冤魂乱斗，就像我身上抓出来很多的冤魂乱斗，因为我超大地，没有人懂啊。这大地从蓬古开天，没人超得来啊。我今天跟了佛啊，我知道大地已经几万年了啊，几十万年也没人超啊，能够把它打开啊，不然他们都在大地的了啊，也是灵啊，像我们都是灵来的啊，灵啊投胎不一样，像我们灵啊投的人道啊，人道你看看啊，可以讲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有闻道大法啊，闻道大法自己要成长啊，成长就是精进啊，像我觉得精进很重要，为什么精进？精进把自己这身呐 啊是假的，要怎么给它放下？啊，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啊，就像我们比丘尼来讲啊，啊，我也给比丘尼讲过了，像问题的很维系啊，你们一定要去啊，好好的去看，比丘也一样啊，这个心来讲啊，要正啊，我不讲你心不正，你不要误解啊。叫这个正叫做真理啦。假如我们呢，主要的我们的全身的细胞啊，能够睡觉不苏醒啊，灵性可以来去自如啊。假如说我们今天啊，这个心会动啊，你越动越动越动，这样我们最笨就是啊，这动了全身动啊，那全身动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损失谁？你自己，因为你动了以后，就好像是。啊，一个水本来是清的，你动了它变成浑水，你看不到底，就是你也不会看人，你也呆了。所以啊，这个心啊，养心养心，什么都看好，我们不要去看坏啊。像这样来修行啊，我给大众讲，你众生不会苏醒，不管你以前造了多大的业，他不会苏醒的啦啊，那现在为什么众生苏醒啊？你的个性跟以前一样啊，跟以前一样，他通通苏醒了，很冤枉的啦，也不懂啊。所以啊，老实讲讲，广义指的是身体、生命及灵性生活啊，身体啊、生命啊，人道或畜生道啊，生命有尽，那畜生道不值钱了、啊。你看人道，你看啊，能开车，能读书啊，能啊找回自己跟佛学。畜生道只吃吃你啊，吃草啊，你看鸟，畜生道没用的嘞，很严重哦。像人道很珍贵哦啊，为什么要一直做？看能救多少算多少。啊，假如你能够苏醒啊，才知道啊，像里面啊，能够防护动物了、啊，山河大地。像我以前常带着比丘尼啊，啊出国，啊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叫他防护，大地都可以的嘞，才知道哦，啊人上有人，天上有天，啊大地都是众灵。那现在主要人道好不好就好。啊，好修在哪里？要无心啊，无心。
啊，无心就是不动。啊，像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像我今天也给法清讲啊，我说你看看，啊，永宁法师啊，跟这个啊张家师公、李师公在讲的，你看李师公、张家师公，他什么都看好。啊，那永宁不是不看好，永宁啊，他是真正的真理啊！啊，我给大众讲，他知道你的心呢、啊，哪个线啊，啊出问题，这个、啊、就是修行的大根大本。所以我给啊这个华清讲，你能永宁多写一张，对你帮助都很大。这个意思大家可能还听不懂啊，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构造。啊，像火来讲是法界藏身，永宁能够知道你的细胞哪个洞是正是邪，那佛法很棒在哪里？啊，不管你啊怎么动邪，他都看好。那不是永宁看不好，永宁祖师要救死，所以他很维系维系，还是这条线有问题，这并不是坏呀、啊，没有人懂。但永宁他是五千人的啊魔众的嘞，你要叫他归顺，不可能的嘞。他也有三根福的，看到佛在救人啊。他的故事你没看到了，他是渔村里面的小孩啊，他爸爸生很多孩子啊。啊，哪一天啊太阳出得这么好，爸爸去抓鱼就没回来啊。所以他就学大法，像人的故事很多的嘞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主要我们在灵敏啊。假如说我们啊学佛越来越灵敏，啊，越来越能找回自己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你们就赚到了。啊，而且不是看不好，啊，像有你也希望啊，啊，这个老师赶快来盖净土本部。哎，他也要他方业，所以他维系啊，自己老师都抓不到，他都能抓的嘞。就好像我们今天呢、啊，修行来讲，自己要抓自己啦。啊，人家讲的你也不听啦，自己要自己啊，生命就在你手上啦。所以生命的内容啊，身体的生命，人到出生到生命有尽。那灵性是不生不灭的哦。那现在你们知道灵性不生不灭，我们原始教主也没死，他灵性不灭啊。啊，你的心不改啊，他不会放过你的啦。哎呀，这样讲你们就听得懂了。没有人这样给你讲的啦，像我自己啊，三十几年了，我看了太多了。啊，都是自己害自己，没有谁害谁的嘞。所以人道中啊，不论男女老老啊，妇啊，弱老弱妇孺啊，所处的国家地点，依着当时地点要求步调成长生活，过着生老病死一生。这就是啊，我是在美国啊，美国啊的生活，台湾生活，香港香港生活。澳大利亚的意思是一样的，每个人都在等死。像我啊，苦口婆心一直劝你们啊，改个性，改个性啊，啊，一直叫你们改啊，不要你们不要受苦，你们听不进去啊。就像这个小东西啊，才四岁啊，听都听不进去啊。啊，对啊，钻牛角尖的嘞。很严重的，像我给大众一转到酒店，护体就多了。再不是自己解开，哪知道你身体早就给人家用走，你要希望下来也没用啊，希望下来，我都知道两个是希望下来，也污染了。啊，现在人道很可怕的嘞。所以我们的教育都非常重要，啊，很重要的嘞。所以不论、啊、处于何时何地，都是受到业力轮回所控制，不懂。
啊，像我们今天啊，哎呦不得了，佛上知识，老师上知识，啊，而且我们还可以问，不是说他只有啊开始不用问，都可以问的来。像每天啊，老师看我们在吃饭的来，我都跟他在讲话的来。像灵性不生灭的来。那你们现在修行呢，就是把灵性给提升了，啊，不是灵性越来越呆，啊，越来越没方向，哎呦，你的执着把你给堵死了，我给大众讲要听哦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啊，已经学佛了，啊，我们不给业力的安排，我们自己做主，啊，做主会偏了、啊。我们照无量寿经，跟无量寿经走，啊，一小步一定可以的。像你们现在福报也大，现在很多大陆人都来请教佛，啊，我给华起讲都要回答，佛是，啊，法界众生，大家的，不是相关大佛事的，啊，只是相关大佛事师众弟子，比较比较，真的责任重大，坐在这里啊，活在这里。给大众讲要听啊，那为什么要修行？看自己，不要去看别人啊，把自己的缺点呢、啊，啊，哎，我这不行，我这不行，啊，我一定要改，不然我不能坚信，那很容易你就能坚信。像我们自己要看清自己啦。啊，假如你不能看你自己，你就输掉了。啊，所以只要经过修行，才能啊解脱轮回及生老病死。现在我也给大家，你们已经啊啊，有的五十岁了，有六十岁啊，还有四十岁、三十岁啊、二十岁都有，哪个不死啊？所以啊，在学佛来讲，死了死了就不得了。大众讲啊。灵性生命是不生不灭的，我们用这个假身啊，不要自私啊，照真理走，你的身体不会分层的啦，也不会睡觉的啦，也不会进入空间的啦。像最笨就是为了这身体，付出代价太大了，没有人懂的嘞。像现在灵性来讲啊，你改头换面要看你了。你要积功积得多，你就出好人家，啊！假如说你吝啬，啊啊，这个在做人一毛不拔，你就啊卑贱，啊！再来你就愚痴到极点，你就做畜生道，没有人懂。现在佛打开了，希望大家能苏醒，啊！灵性不生不灭的哦，啊！你呀、啊，假如说你这身体啊。不改造，啊，你身体就出问题了。所以灵性生命不生不灭，即使轮回六道改头换面，是灵性不会更换。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，就是你这灵啊，啊，你可以积功累德做佛去。你这个灵啊，啊，假如人道不能啊醒悟过来，你当了畜生啊，当了大地啊。你没办法醒来的啦，很严重的啦。啊，灵不会更换啦，你看我们为了这身体，把灵给害死了。啊，说生命所有事全记录在灵性时中，不会消失。这句话给大众讲，我们灵性就像啊，给大众讲就这个。啊，网络比网络更多，啊，这资讯呢，他都能够进去。像现在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修行很重要。修行非常重要。啊，要跟着佛修行。
啊，修行啊，啊，经过修行正确无染，方法精华。像我们呢、啊，很单纯。啊，拜佛啦，啊，念佛啦，啊，给大众讲念经啦，很简单的嘞。啊，为什么要拜佛、念佛、诵经、净化？其实啊，修行非常单纯啊。像我们人道的脑部一直想、一直想，就不单纯了。啊，越单纯越好。啊，人家叫你做一、做一、做二，都没有啊，都没有自己思维。你要来见性，不得了。改自己很容易的，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能够拜佛、念佛、诵经，为净土基本功，可净化灵性。啊，你看念的《无量寿经》，我，哎，诸上圣人聚一处，你把诸上的列来了。啊，你有护法，真诚念啊，人家都会帮你的嘞。像我们今天啊，人家讲你也不听，啊，都是有自己的主观。你愚痴哎，愚痴是畜生道哎。啊，人家讲的 啊要听，又不是苏师姐讲，是佛讲的。啊，老师讲的，啊，莫牵动过往哦，能面对当下所现，但不谈轻，啊，牵缠。像啊，我们在讲这个牵缠，就是挂心呐、啊，挂念呐、啊，啊，保持灵性的清明呢、啊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将来三魂七魄在灵性清明了，啊，三魂七魄不在，灵性不清明了。所以啊，修行啊，要从心下手。像我也啊，给大众心下手转转，什么是对的，啊，是真理；什么是不对的，就像你为了自己身体，你就输了。啊，你为身体，你里面的细胞也是你身体啊。啊，你说你众生找你，是你心没改啊。啊，只要你感觉这身体你在里面往，啊，感觉你细胞里面都是你的众生呢，很严重的嘞。啊，所以要用心啊，心来带动。啊，要一体观，像佛常常啊叫我们呢、啊，和。啊，你能和，你身体啊，啊众生就能和。像你们这里觉得很功高我慢，哎呦，愚痴到极点了、啊。像以前小时候看到人家有情啊，大家。啊，在有人很，他很有钱，啊，看到大家捧他，哎呦，累死人了。而且有钱你也不懂，咱电影也最多了，你可以看的。看高不看低呀、啊，那不是佛法。所以修行啊，从心下功夫，面对冤亲的精进消业障忏悔。啊，冤亲在哪里？在你身上，没有在外面的嘞。啊，化解情众，超度啊，是净化重要方法。啊，但是这个要化解情众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主要在心啊。啊，心啊，给大众讲哦，
心要改哦。啊，你心改，你的潜细胞都改。像我教你的方法最好。而且自己要越进化越进化，以修行的功夫及能力啊，进行救世诸众。就是你明了，你看得清楚了，啊，你能帮助人了，啊，那我觉得这是佛法了，啊，所以现在给大众讲，人没有死啊，灵性不生不灭的，这个身体会坏掉而已啊，而且我们现在修行好，身体也不会坏。啊，身体啊，它是带众生苦的。啊，像我都要带众生苦，虽然没有进身体啊，啊，他进来就知道。这个你们看不见，你们进来都不懂，啊，你们就昏沉了，进入空间了，现在满满的嘞。像那做人呐、啊，香闻大佛寺做人就值钱了，不像人家都等死，你们都在工作。啊，每个人都有责任，不得了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啊，责任也是对自己帮助很大的，不管谁都有责任的啊，每个都好，啊，一点点的薄命之力，啊，就帮助很多人的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对自己要知道很重要，啊，对自己重要就是提升。啊，转心化解情众，超度净化重要的方法。我们这里都在化解情众的嘞。啊，像人的高了喜胜啊，哎呦，这是啊，像那你家佛法认识佛法不准啊，我给大众讲哦，身体不能碰的嘞。绝对不能开刀的嘞，而且啊，开刀终身叫你去开刀，没完没了的。招生这么多，啊，跟你讲哪个地方哪个地方，你不就是确诊了？啊，你要不要来我们这里不懂哎？啊，现在来这里啊，但要净化啊，以修行功能力啊，进行就是度众。这个过程啊，组成生命的内容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这个好像你们听不懂啊。生命的内容就是我们全身都是众灵的，啊，全身啊，众灵啊，要给大众讲，我们现在是灵性不生不灭吗？啊，这个像我们啊，个性来讲，爱恨交接了，这个生理里面就有爱恨交接了。所以给大众讲，像人家经典没有人跟你啊讲得这么清楚的，只要你能改个性，那不得了了。那个性好不好改？啊，讲好改，那为什么这么难改？假如说你啊不能做主就难改了，众生做主就难改，只要自己就好改。像我们啊，已经苦苦苦口婆心劝导、劝导又劝导，啊，不听的嘞，啊，说胖珠子啊，啊，胖相关珠子，每一位都是生命内容主宰者。这句话大家听清楚，因为现在你能做主啊，带动这五十兆大家恢复原状。过去不懂啊，像我们现在。看到这里面的众生这么多，才知道，哎呦，群众个性百百种，每个人个性都有，哎呦，累死人了，没人懂啊！所以写下我的内容啊，一掌握每一位心啊啊，每一个心上手中，弥陀为师啊，说都是相助者。所以要给他，其实我哈、啊、是讲给你听，真的助理也是我活了阿弥陀佛老师啊，龙天护法。所以啊，大家一定要把握。
啊，是生命啊，您尽心哦。啊，像我们俩生命 啊，要活多久可不可以？只要你尽心都可以。这是责任啊，在这世间有责任啊。啊，假如没有责任，这就很难。相爷给大众讲，没有责任就是自私啦。啊，你假如说在这相关大佛寺，你又有责任，啊，什么事情都是自己知道要去做，啊，然又有责任，我告诉你，你觉得成长。像这个修行啊，都是自动发挥啦。啊，你能发挥多少？啊，能发挥多少？很棒的嘞。啊，不是，一直进化，啊，一直进化，找回自己嘞。所以这身体啊，到底你要用还是不用，看你啦。啊，不要有自己的看法啦。像我们现在很麻烦啊，已经要从小养成的啊，这个不对，啊，这个是对的，啊，这个又怎么样，把自己给污染了。啊，什么都看好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给大众讲哦，啊，像伊丽莎几万年，她都有自信的嘞。那为什么变伊丽莎造业啊？啊，你看那牛，啊，它也有自信的。那为什么当牛？防灾啊。像澳洲来讲，啊，牛马啦最多啦。再来养啦，啊，都是养畜生很多啊，啊，也不懂，说自信本事的人去，必啊，必下功夫还能行，看你用不用了。下来人呐、啊，越没有念头越好，啊，越慈悲越好，对你自己也是救自己。像我劝大众。谁救谁？自己啦，没有人会救你。家里都不听话，你就输掉了。啊，做人就白做了，长得再好看都没用。啊，所以显一未显啊，差远大，用与不用大不同。啊，佛很厉害的。啊，看你这身体可以大用。啊，自己要发挥，可以的嘞。啊，能力若能行呢，却以啊急用，是为实用非常大。我说渐行渐用，却啊却见效。就好像我们今天跟了佛，我们身体啊跟我们来出世有五十兆细胞，比喻了啊。那我们跟着佛学，啊看好不看坏。把他们带动，你身体绝对不会生病的啦。也不懂，现在火打开才知道，哎呦，这身体很重要，就是在这颗心啊，啊，这个心啊会带动啊，对你自己啊帮助很大的。也男男女女讲啊，假如说你们这个啊这个七情五欲没有断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只要有一个东西在，它往上会抓你，那是谁来抓你？啊，因为你心会动的东西啊，那众生就会化解这个东西啊，吸引你，啊，把你给抓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身体会衰就是这样来的。啊，你们都是往上抓走的。像我三十几年修行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啊，我有看到很多，啊，做事做了半死，啊，突然身体就衰了。啊，那我眼睛看得见，原来在网上给女人抓粉，啊，在三魂七魄一直抓，你就衰了。不管男男女女都一样啦，啊，假如说女众啊，你身体衰也是为了家，也没人害你呀、啊，还严重的嘞、欸，啊，所以人家佛为什么叫你超度？超度忘记自己，一直超，一直超。啊，怎么操作可以？假如你要操作啊，众生也不会出来。你要操作有龙天护法，
像你们不睡觉不行的，睡觉很危险，非常危险的啦。这能力啊，若能行用于众，就是度众而行于世。因为他被抓了，他是女生抓的，你们看眼睛就知道，啊，他的眼睛一出来就是色眯眯，啊，那个眼睛出来也是色眯眯，都是给女众抓走的来。哎，没有人害你，才知道这事情啊，这修行啊，也不是这么简单。你不来，我们贵宝地没有那么给打开。啊，利的就为众生，不要为自己。说利益生灵啊，本是该。啊，慈悲智慧本具有。像这个家贤的问题是他的问题。啊，我为什么会一直想家？你想家二六十栋，当然人家就给你抓了。啊，现在我们啊，这个在人道来讲，想家也不是说不是错不错。现在我们要三魂七魄要在。啊，假如说我们今天修行三魂七魄不在，你身体会虚，就像他身体虚一样，就三魂七魄又跑掉。啊，说这个事情是很严重，那就是说啊，你把这个世界，你把它当作真的，啊，把你家也当作真，就像你的两个啊，一个女儿，一个儿子跟你先也是缘来的啊，爱会缘聚缘散啊，这只是责任最重要啦。假如说啊，就像雅婷啊，放不下小儿子，放不下他，那他也不用修了。这艺术是赶快，你在这艺术，这都是缘呐，像。今天学佛来讲啊，你要真正的为众，啊，你有大大或为众，我告诉你，你不会去看女人，不会看男人啊，男人女人跟你没有用。假如说你会动心，你也是魔性的，啊，魔会给你抓了。像我们现在，你要看到啊，他不来，我不会请众，我知道他是魔在身上，他要来，我就知道我要给他请。说昨天晚上我请很多，但他还没有，等他二十天回来，我还在请。这很重要的呢，现在为什么现在小孩子都污染了？现在问题就是你不幸福了，啊，我在讲你们不信佛，你们才会这样了，啊，不信佛就是来这里不过是逃避，啊，为了这身体，根本家里都没放，像你们家里都不放。假如说你在家里现在也老了，啊，来这里比较不老，可是一定要知道，那个都是幻化，也不真实。就好像你现在家前，你再回到你的家。家都不一样的啦，你也很久没有再回去呀，啊，人家说要跟你一样，人家不会信你的啦，啊，是你自己啊，不想放假没办法。我们在这里拿来的无意巧讲，你爱绑，因为你两个囝，两个囝，伊咯你莫，你啊有成就，你就同我求，你讲了，莫个想啊，莫我想两个囝拢袂歹啊，啊，所以人道不好，像你们现在。不能看破放下，只是身体会受伤的，你会生病的，啊，你假如说能够啊，身体给他啊看破放下，啊，这好像朋友像人家讲说哦，哎，像这啊给我讲说啊，我们家哪一个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去动，因为你别在面前我不动。就像我姐姐来讲啊，她生病住院了回来，我牌子牌我就给她拿掉，啊。这是我听佛的话，我讲说人不在这里啊，不要摆牌位，你懂我这意思吗？啊，我是这样做，啊，标准的跟佛在做的，可是我最有资格摆牌位了。那，啊，为什么我不摆？个人的因果啊，你们自己造的因啊，对不对？要自己防啊。像今天啊，老法师众生也讲，他不出来，我今天给他写了四张牌位。我就给他讲说，现在我们不要冲着这个人，啊，你要冲着佛，啊，佛界呢急着要救我们地球，当然你是灵体的，啊，可是这灵体啊，你再一直抱守也不是办法。我们给你最高的位置，给你净法净土去做，啊，你要抱守我不会反对，可是你要给他啊人醒过来，啊，来跟佛来合作，啊，能够来。建盖来救人，哎，他就听了，啊，有四批出来，啊，那居士也一样，也有三四批出来，都要劝导了。像佛就讲，我每天跟他讲话，我告诉你，我都在，啊，七点还不到七点讲到至少
啊，要半个小时四十分钟。所以这个台车也讲说，哦，苏琪姐这功夫要学，你看你这么远的地方，你还可以拉来讲话，都要的嘞，不能骗人的啦。像我觉得男众女众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女众是情众才做女众啊。假如说你今天你不放下，反正都是骗人，教育最重要啊。孩子已经教育了，像那李兄啊，孩子都已经长大，也不要你，你还放不下，那你要生病也是你的事啊。那人家都不用不用你啦，啊，你笨得要死，还在想，那我没办法，就像他家一样，他的孩子很优秀，他孩子四个还三个，三个都是老师哎，可是他放不下，那他要生病呢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啊，应该要尽兴的啦。啊，假如还一天一天这样过一天，还很可惜，啊，所以我也给他的慈悲智慧本具有，啊，悲啊，遮障啊，无数学。像我讲的，假如我的经典你能够听进去，你能够改，你要见性都非常简单。啊，我的讲的都是很重点，为什么？佛要我来讲，啊，老师要我来讲，有时候在经典怕你们不相信，我还把书我写出来。啊，其实我讲的都是真理啦，我自己都做到了，我不自私的嘞。啊，我也知道我的家庭是大的，跟那姐妹大，啊，哪个生病我也知道，我没写牌位，因为他没有念佛，我也没办法写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嘞，我不自私的嘞，你有看到吧？不是说我写的像你们那没有本事，像以前阿唐全家写祖先解什么都写，啊你啊啊这个哎、啊、这个陈树新也全部都写，身上都垮下来了，没有那么简单哦。我好心劝你要听我，你也要功德给他，啊，那个我要不要给他功德？我不要，他又没修，我给功德，我功德给你们。啊，给你们最少你们有听见也可以去希望，这要会想，这是不自私的啦。像你们做不到我这一点啦，我是走这条路的啦，我轻易送你，我不会送他。啊，他们也没听清。啊，你们做不到我这一点，我做得很正的嘞。啊，不然今天我怎么能够像你看看的宇宙菩萨，因对我为什么这么好？啊，我功德给他们的嘞。大家都有功德的，所以啊，你看今天的宇宙真理啊，啊，我抓人啊，我不会啊，像你们张三李四的啊，还有我赶快我儿子啊，我赶快女儿啊，赶快什么？我告诉你，那不是佛法啦。全世界的男人都是你父，全世界的女人都是你母，啊，人家佛法早就教了，可你们做不到，我也没办法，啊，所以你们要这样子，你们身体就受伤了。我讲有没有道理啊？你们受伤跟我没关系，你们自己一个愿打愿挨呀、啊！啊，说慈悲智慧本具有，啊，却被啊遮障无处，这个无处寻。啊，净化在净自然显，所以慈悲对众众人感。二是资粮，像这个牌位不能乱写的，要负担很重。而且他们呢、啊，真的讲到也没修，啊，我们怎么有办法扛？啊，你们在这最少有时候我给你们还可以提升，我是这样的想法，我不自私的了，真的，你们要学我，不然我看不是真理，人家会抓你，我很正的了，啊，在最少你们也可以清醒，啊，他又没听经，所以我也给华金讲，我姐姐这个可以拿掉了，啊。他现在躺在那边等死了，啊，也不会念佛，难道你办法？你跟我理由，这不是现实啊！啊，最少你死掉，我也能给你钱，可是你要受报，人家要讨债，你就给他讨。啊，你们一定要学我，不然我告诉你哦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假如人家都不学啊，
啊，你要一直写，你看陈世坚回行的写了一叠啦，还是阿桃啊，自己都走不动了、啊，都没有功德，你别好领导，别想不要领导。啊，我不懂啊，可是人家给我讲，我也给他讲，他也不听的。啊，所以积功累德是资粮啊，化解啊群众度无边，啊慈悲对众啊重于爱感，像我们家哪里是问题啊？我怎么不懂？啊，我不能懂了，啊，自己造的业自己要去负，啊，除非你学我去改，你不改我们也没办法救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要听哦。啊，所以孩子们，此生与此生大有用处。啊，修行之路是将此生呢、啊、用最大化，啊，全心为重，是修行的本质与全显，这是真的嘞。像我们现在啊，全世界就这家帮助人啊，人心不安呐、啊，啊，忧郁、躁郁都可以找佛问问题的嘞。啊，人要不要？不用。啊，人道很好处理的嘞。像你现在就是你的执着了，啊，只要你一直做就输掉了。所以得以修行利益最快的方法。啊，说全心为重，修行本质全行啊，全行，此利益啊为见性。像你讲很自私，就见不了心了。像你们还挂念啊，你怎么挂念得完？没办法的啦。啊，就像孩子来讲，啊，这个教育很重要。假如你不教育啊，啊，你要这个孩子就完蛋。现在魔动太多了，而且啊，现在妈没办法管，来这里才看我管，很好管，因为妈不知道她的需要，我知道她的需要，没人懂啊，所以要一切缘中啊，此利益为见性，啊，是修行啊利益最大的方法。像我们今天修行不见性。啊，那修行就白修了。啊，在这里很进化，越进化越找回自己，说互相得利啊，互相成就，啊，互入圆满。像我们现在这里地方叫做丛林啊，啊，能够啊给大众讲要听，你能够静下来啊，你就赚到了。假如说你在这里不能静下来。啊，一天过一天，那你就太可惜了。没有人懂。啊，说若未亲自见证呢，啊，实行利益他众，一切只，啊，一切将自知自用。那我告诉你，你见识有限呐，一定要大众有。像我们现在修行大众很重要啊，所以一切将子自知啊自用，即使利想亦是有限，但得利互相成就，互入圆满啊。像我现在也给大众讲，像我们今天呢、啊、在相关大佛寺，你们大家要珍惜啊，啊，这个珍惜啊，就是佛在这里、啊、跟佛学啊，跟老师学啊，不要讲我行我素，我起来就起来，我不起来就不起来。啊，有他很敢哦，谁敢啊？很严重的嘞。啊，你们都看到印证了、啊，啊，你再看看，这很严重的嘞。这是佛地耶，这不是普通地方的。啊，所以啊，无人有缘呐、啊，人自解说。啊，只自受用，孰可惜哟！啊，况且有能力却不用，令身消瘦，心暗啊，心见暗，难见性，看得见的了。即为啊，大法之显，当有大法之用。像现在是大法哦，像谁把你身体打开这么清楚啊？很清楚的嘞。啊，像这个
啊，佛讲人不在这里，不要写牌位。那我为什么写啊？这个陈宝英啊，啊，邱金松啊，啊，这个为什么写他们？因为他们对这道场有付出。护持的就要给他摆牌位在，啊！我刚开始他们护持的很好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人呢、啊，这个在这时间呢、啊，给大众讲来的不容易啊！啊，现在有阿弥陀在，希望大家能够精进，啊，都是救你自己的来，啊，所以不受小法所限，当以定功而稳之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大龙啊，大能容小，小却无法容大，啊，说此为简单之理了，却非啊易行之道，啊，可是给大众讲啊，啊，一定要做，不做就这事情很严重。啊，所以一切由心呢、啊。故得生，啊，这个由啊由心得以用啊，这个一切由心显于身呐、啊，这个由心得以用，所以给大众讲，听佛的话最好。现在改心了，像最笨就是业障现前，啊，不该想的一直想，想的都没有用，人家就把你抓走了。现在父母的责任就是孩子啊，要给他成长有责任啊，剩下可以都不用啊，责任给他成长，他已经能养自己了，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啊。说千万希望大道与众共同啊，迈入像道场，我告诉你，道场有佛有魔了啊。假如说你啊，假如说你魔性比较大，你跟魔就在一起了。啊，你讲佛性比较大，你就跟佛在道场，魔佛都有的啦。就好像这小孩，你叫你听话啊，你叫他听话就是佛，他不听话就是魔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不能骗人的嘞。啊，所以一定要当佛还当魔，要看你自己了。啊，你讲说一定要跟魔的个性，啊，耍个性。那我告诉你，就是魔了啊！你不要看他才两岁，他很会听的嘞，他很厉害的。哎，啊，他不像你这样问他说啊，你要当魔当佛？你看他也不是笨蛋，他要做佛。啊，阿魔害不害怕？魔是什么样子？假如你在跟你妈甩，哎呀呀呀呀，那个就是魔了。啊，假如你说妈妈你好啊，我知道我改，你就是佛了，这个很简单啦，看你要不要学，知道了啊，反正知道，只要听你妈的话就是佛。啊，假如你跟你妈哭了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跟你妈闹，那你就是魔，很简单的啦，所以自己呀、啊，审视成长，啊。这个自省啊，啊，像我们现在学回来，就自己要自省哦。啊，自省何为对？自省何为非？何来啊？有成苦，自啊本自自性来。所以是现在我们能苦，根本就不用苦，啊，跟着佛啊，每天啊游戏人间，快乐的不得了。现在孩子他讲说，好，我现在什么不敢讲，一直做一直做，他一下来一动啊，人家众生就找他啊，所以这个了见呢、啊、自身之见，明悟之啊醒，所以啊醒思成长之改啊醒心突破，像现在人道来讲啊，在学校来讲，他叫你生存啊。在佛法来讲，啊，他教你成长，主要在智慧。啊，假如说你啊有定，这不是定是禅定，不是啊。假如自己啊有一点定啊，
看了五花八门，也知道自己怎么改。啊，看人不是笑人的来，哦，这个性得这报应，啊，这个性得这报应，你看得见呐、啊，你就不敢有这个性呐、啊，不是在笑人的来。我们也没有资格笑人，所以啊，文臣啊，事件啊，曾经是啊，自省啊，自心啊，这个静与俗啊。调改清明，假如你污染的，假如头一直接着一直响，那这事情可严重了。啊，假如你在我们贵宝地啊，一直进化，啊，什么都看好，我告诉你，很容易坚信的。啊，假如你很有个性，啊，你想要坚信很难。说无要心中事，这句话怎么生于意啊？动啊，像我们很会想啊。其实现在你们自己哎，可以自己啊见证，你想的大部分都是自私的啊。只要你有我，你想你就输掉。现在学我讲不能我啊，很多人讲说，那我学什么的？我就是为了我才修。那我告诉你，修不到。啊，像我们现在学佛啊，这两个字要给大众讲，身体啊，重灵很多。啊，你假如不想生病啊，我劝你啊，心要改。啊，心改啊，啊，那个我是你的灵啊，主灵，那个、主灵是不生不灭的。啊，这生的我，它是假我哎。今天我没有生才有办法修的，没有生修不了，没有人懂啊。说无要心中事啊，明无要明，黎明觉知啊，不要啊，不能做主啊，轨道的明啊。像我们现在啊，在这里修行，主要在灵性的滋长。灵性之长很重要，速度很快啊！你在讲一，你啊，这举一反三反四，很快。像人体啊，我也给他千万不要污染啊！你一污染就输掉了。像我们呢，身体越干净越好。啊，越没有负担，啊，灵性啊越灵敏，见性啊，啊，不要为这个时间啊放不下，把自己害死啊。所以啊，醒思成长为自信觉成过程，啊，这个。自己行啊，知道这个修行来讲，主要是自信呢，就是自己能做主了。啊，假如自己不能做主，就输掉了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人到了自己能够醒来，开悟很快。啊，我也给大家人来，越单纯越好，越单纯对你帮助越大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吃亏没关系，啊，问心无愧，越单纯越单纯，啊，越能找回自己。你还看到人体啊，吓死了，写给老师。哎呦，无计数，不然就无量数，哇！啊，怎么欠人家这么多？吓死人的嘞！像我们的身体，空间哦，
啊，劝大家修行人呢、啊，把过去给忘掉，活在当下。很重要的嘞，像啊，你啊，假如来我们贵宝地，啊，现在很多人呢、啊、买机票来我们这里，我也给大众讲，来这里啊，后面都没有，你能继续，啊，来这里啊，你不能挥别过去，啊，那不活在当下，不能坚信的啦。很重要哦，啊，该挥别过去，活在当下，这一切应于一切苦，任怎么说，如何做，一切由谁起，啊，由自己起，当自己受，修行能够转业哦，只在啊，只在造业，所以给大众讲，没有过去就好，跟着佛学，活在当下。啊，做无做无做无做做做做做做做，可以的嘞。啊，像佛法，我也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它是真理。啊，真理也就是道德。做什么事情自己有道德啊，那就是真理。啊，不是讲说啊，他是我的亲戚，我一定要救，我不救不起，他不给你也救不起来。啊，你一直思维，你就输掉了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修行要放下，莫再回首啊，过去不再，当下为贵。过去亦由过去每个当下组合而成，不论内容如何，此时啊，每个当下。甚为重要，这句话大家要听。啊，这个生与欲不能动，很多人做不到了。啊，只要你有挂碍，就输掉了，没人懂。像我们现在。啊，学我学这么久了，啊，挂碍啊，你就停止，不能修行，啊，样子也没变，你就输掉了。假如你心清凉，二六十中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那你不得了，而且还会超度，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像我都在超度了。啊，无所不在啊！啊，说莫要顾虑啊，乖啊，忧思啊，不要受过去的牵缠。不论内容如何啊，每个当下甚为重要。啊，当下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净化。啊，那每个当下过得踏实有力有余，真的啊，这踏实有力有余，大家肯定听不懂，慈悲啦，啊，越慈悲，一脚不一应，都是为众生，那你就是佛来的。啊，这放下过去的书大家听不懂，就是你牵挂了。啊，你牵挂你就白修行了，你不能见性的啦。像我现在要来修行的讲，你不能牵挂来这里就换掉哦。啊，没有过去哦。啊，你只要有牵挂你就输了。啊，那每个当下能够自在呼吸，啊，忏悔过去生死冤业，让啊每个当下以精进中消业啊减罪，可以的嘞。
啊，像我们现在跟着佛啊，啊，你这心啊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力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力。啊，像我们现在不管怎么二六十做佛号不断，你就赚到了。让每个当下活在绵绵密密佛号中，而且你发现会改变，越来越专业。没有人懂得嘞，啊，像学佛的人呢，给大众讲要听，信佛很重要。啊，什么叫信佛？现在佛开始，你去做到，那就是信佛了。假如说佛开始，你还是我行我素，做不到。那你就输掉了。所以你要生老病死啊，清净心，念佛往生啊，往生西方。啊，放任随意过，让每个当下活在感恩慈悲啊，啊，这个智慧心量包容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每天呢、啊、精神很好。做无做无做无做，像我也给到你没有救救自己，没有救谁。啊，每个人都是个体的啦。像你干佛很慈悲，啊，每个都是佛陀之子，哇，那还得了啊？你们赚到了。啊，说随佛救世度众啊，为佛陀之子，自在来回西方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精进很重要啊，不要懈怠哦。啊，个体的看自己的，拜佛对自己帮助最大。像人到啊净土法门啊，不能骗人的。啊，一看到就知道你放不下。啊，一放不下，给大众讲，护体就多了。啊，老师最好，说二六十中佛号不断，那每个当下都活在绵绵绵绵的佛号中，啊，远离生老病死，清净心。像我们现在给大众，这生老这个老啊，一定要拿掉。假如你心动了，啊，假如三魂七魄跑掉，很老很快哟、哦，看得见的啦。最怕就是乖。啊，忧思对自己伤害很大的嘞。啊，所以每个当下踏实有力、优越，那恭喜你啊，见性很快的嘞。像我们现在啊，也给冤亲债主啊，你心改了，你身体百病不起来。给大众心很重要啊，当下为贵啊，自在西方。像现在外面的人，哎呦，金碧辉煌的佛事也没用，没有一个人往生没用的嘞。啊，只要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给大众讲。取字很重要啊，像这个字中懒，很多人听不懂。假设你很有智慧，可是你在造业啊。假设我们很有智慧，是救度众生，那你就赚到了啊。我也给大众讲了，阿弥陀佛在救人啊，他是科技的科技。看你要不要学啊？这科技的科技怎么学？你把个性改了才能学啊！个性不改很难学啊！
所以啊，修习是为离染恢入染，所以染中之众生皆于啊染中人可有罪。假如说我们啊跟人相处啊污染了有觉，你这个人是修行人。像人道其实很好修，就是个性啊，我有我的个性，我就是要这样，那修行不行的啦。啊，只要你是主观强，你就懒了。虽然你很有智慧，污染了嘞。像也现在给大众讲啊，啊，智慧很高，啊，不能往生也输掉了。啊，主要有调改自心的，啊，修行啊，离染，自动染，啊，就好像我很有智慧，啊，你看我设计的怎么样，只要会伤到人，啊，那就污染了。现在不是佛啊，打开宇宙准则，没有人懂，啊，宇宙的一点一滴啊，你的心的动的怎么都动的，它都会进入。啊，你的啊业力里，啊，还是你今天做好，啊，这个业力一点点都不能，啊，偏差着嘞。像我跟大众相处在一起，你的个性我看得很清楚，啊，所以我也给大众讲，个性要改了。啊。假如你啊个性不改啊，我也给大众讲很严重的问题啊。啊，你懒了，身体就病了。啊，所以自中难相仿之意啊，却是难明之相。虽然说啊，你是一个知识分子，啊，什么都做得条条有理，啊，可惜污染了。身体出问题了，啊，这个话好像大家也听不懂，就好像这个人呢、啊，修行来讲，主观很强，啊，佛讲的他没有照做，还是照做自己，那个就是相反之意啊。那佛教里就是平心，度众，啊，佛不要啊。这个要你这个思维，假如我们的思维不是注重，就输掉了。像啊，佛是法界藏身啊，大家要听啊。啊，你啊能够啊，这个啊有智慧。只要你有我，那就难了。无量智慧无量德，你看现在啊，人都有我的，不懂，没人懂。所以啊，求法多则啊，速入法中，谓之法已成了。啊，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主观啊。像这宇宙总则，我很细哦。啊，你一不小心呢，你身体就生病，没有人懂。像我们现在自己生病，是谁害都是自己害，没人害你的。啊，不要讲说我做了半死啊，你做了半死都在，不管你做什么为佛啊，都在。可是这个宇宙总则，你还是要说不好，一点污染都不行的。像我也给大众讲啊，修行你不带众生苦，不能见性的。啊，就好像佛在讲还是啊，万法归心啊，唯心啊，但要调，所调。在万法归心，就是这个心一定要调。啊，像我们的心看好看好想好想好，什么都好，
那你就赚到了。所以一定要跟着佛走啊，像我们的宇宙准则的啊，很多人也听不懂啊，我也给大众好好的解释一下啊。啊，像我们今天修行来讲，只要自己好，别人不好，那不是宇宙准则啊。那为什么佛教我们说把自己忘掉啊，把身心啊奉承他啊，就是你能够把它忘掉，你的净性很快，很多人做不到啊。那做不到的还是有自己主观，那你要见性就难了啊。所以若会调于心啊，一心会法，自意障碍成，真的。而且还给大众讲啊，假如你自去污染都负因果的嘞啊。这个我们要认识这两个字，叫做佛法啊。佛法人人都可以学，你看人字旁一个佛啊，再来法。所以假如修行呢，不依经典啊，无量寿经，现在啊佛开始啊，你不依法，那你就是难了啊。那为什么身体这么难改？哎，我现在看到真的很难改。这个难改啊，我也给大家，不叫自己错了。假如这个问题啊，你要开悟就很难。像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，人道来讲，没有一个啊不错的啦。所以你学佛一百啊，假如说佛在讲，哎，你都是自己对，解释都自己对，那我告诉你，不能见性的啦。啊，这个是相反之意啊，这事情可严重啊，你就污染了 啊， 啊。所以智啊，以障碍成啊，所以无智啊，以无法可成。当明心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啊，这样就智慧是为重。像现在很多啊，世界污染啊，疫情这么多，像佛也一直在邀请总理，啊，各国的总理，啊，疫情好不好化解，来找佛可以化解。像我们现在这批人都是佛救的，在改个性啊，啊，把自己错误见解、错误行为都在改啊。像你看，讲人家讲说是教育慈善。这里是真的是教育时尚，他完全叫你改心啊，你能听得进去那不得了啊。所以给大众讲哦啊，像我们这里啊，就是一本啊无量寿经六字洪名，很简单的嘞，拜佛啊，不用求法多啊，假如求法多，速入华中，位置法一成难。所以给这种越单纯越好，越单纯越好。像我喜欢单纯，很快乐的嘞，都没事。啊，二六十钟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很棒的嘞，没有人懂。啊，像这个经典呢，我也给大众讲。还一定要打开给大家知道啊，行为行不行？不行啊，最好不要啊啊，不行有自己主观，那你就破戒啊。不是出家人才破戒，在家一样啊。破戒的啊，不好在哪里？你会生病，将来你要看到啊，在布里斯本呢，不要在布里斯本，整个澳洲来讲，啊，你看
吃的人东西这么多，很可怕的嘞，都没有目标，不像你们现在啊，学佛有目标啊，啊，都是在醉生梦死，不懂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像我们的人体啊，它是重重无尽的重灵啊，每个人都有思维，每个人都有过去的啊，所以发现心明白是无边无际，含藏无尽啊，打开心量很重要。像我们在操作中无边无际啊，无边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啊，赶快走，可以的啦。啊，不是左，不是右，啊，无量过去啊，啊，无过去，只有当下，啊，过去生生死死不去触动。这句话大家要听，不要有个性啊。像现在人生病很冤枉的，也没人教，每个病都有，哇，这事情可严重了，好，非常严重的，啊，一旦触动更是苦痛，深受苦之死啊，很冤枉的嘞。你看现在医院满满的，家里会来认识佛，你也不用去医。要听得懂啊！像现在人道来讲，啊，本来是哎很有个性，啊，医生宣布啊你癌症肿瘤，就好像消气了，好像人生就完了。人道很多，赶快来认识佛法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像我们现在啊，人体的解剖，你看人体很难解剖的嘞，一条线的思维。啊，一个念头的思维，很可怕的嘞。下来啊，请的排位老师排位多少无量数，一个代表着无量数，你看这身体，啊，是不是很可怕？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存好心做好事，行好事做好人，啊，赶快救救自己啦！啊，人道也不要怕吃亏啦，没有吃亏的啦。像我们现在要见性啊，我也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你要见性，要打开心念。啊，对任何的一位师众弟子啊，啊，给大众讲啊，这个放下成见及过往点点滴滴啊，每个当下都是重新开始。啊，觉得比活在怒海恨当中好，这是真的。像我们人体啊，没有人教，很爱生气，不懂。啊，物在造业，有业受报，苦乐自产，无人带着。像修行也给到不能生气的。啊，你要越生气越生气啊，魔众就来了。你看现在人都不能做主啊，都是魔众做主的。啊，我控制他，啊，我给他怎么样？你看，哎呦，像现在比丘你没办法跟魔沟通，是不能够救世的。哦。啊，讲魔就是个性啦，个性不改就是魔啦，很难的嘞。啊，所以放下成见及过往点点滴滴啊，每个当下都重新开始，觉得啊，你活在怒海悔恨当中，像这个怒海悔恨
没人教啦。像有的越聪明的人呢、啊，黑心很重，没人懂。人道不要有恨呐、啊，啊，你恨心越重，你病会越重。啊，你心越开朗，越开朗，对你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自己救了还能救人。像佛法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啊，给他能顺，对谁都顺，那谁救谁救你，啊，你能够顺，啊，不起烦恼。帮助人，见性第一个就是你的，见性很容易的嘞。像我也给大众讲啊，要听经哦，听经很重要。这两年呢都在讲佛的经啦，啊，不要啊，以前的经都不要啦。啊，为什么？佛讲重点啦。啊，讲佛可以了生死出三界的嘞，像这样的经典你能听进去，啊，你也能改，哎呦，恭喜大众哦，你就是佛来的嘞。假如说你要讲说佛法多啊，不能改，那是一个严重的，啊，那你就定死刑啦，没有人害我们的嘞。啊，说无灾造，有业受报，苦乐之产无人待。啊，说打开心量啊，含容啊，任何。相信呢，我也教大众了，你什么都看好就好。不管人这个人多恶，也是他的因果，我跟我没关系。啊，我们讲的什么都看好，只要你要进行，可以的。像道场啊，现在不是啊，几十个的、几百个，也有几万人都要看好，几万个救了，佛在教导啊，很重要的嘞。啊，主要在这心量啦、啊，啊，大家打开心量，涵容任何，对自己啊帮助是最大的。啊，说不论啊善恶是好的坏，啊甜呐、啊，酸啊酸甜苦辣，苦辣对的对啊清楚的污染的，啊嗔心呐、啊、怒意的，顺心如意的，和颜悦色的，这些一如不影响，很重要。所以这个给大众讲，像我们现在学佛了，不像人家世俗啊，啊，人家讲什么心就动，哎呦，那你就不用修了。像我也教过大众，替他想，啊，不要怒，是他的事，不要讲说，你看这个人讲这个话呢，我气死了，我靠，人家不气你气死，你就污染了，啊，在这里来气好，你要怎么随便你。啊，我们也教你啊，经典也教你啊，看你自己要不要改，很重要的嘞。啊，心是定的，不为所动，这是一如不影响，这是修行功夫啦，很重要、哦。所以给大众，不论人家酸甜苦辣，对错啊，对错清净无染，嗔心如意。顺心如意，和颜悦色，啊，这是一路好，你就是修行人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净土法门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心啊，改心，啊，你只要心改啊，你细胞就改了。啊，假如说给大众讲啊。心不改啊，啊，你又要轮回了，很可惜呀、啊。现在你们俩轮回看了不害怕，
像我这眼开看得很害怕啊，不管大地冤魂乱动啊，有的有机体都是灵来的嘞，没人懂啊。假如你心能够成功啊，自己成长找回化身，可以帮助很多人的嘞啊。像我们这人家一个一年一年啊，这佛就讲心连心相啊，万物皆太换一念啊，这个世俗皆见心相，心以放中变，佛可以心之常啊。所以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听经非常重要的嘞啊，这样我们要去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啊，心都不改，一天一天就浪费掉。现在在澳洲相关大佛寺看，哎呦，日子过得很快哦，一天一天，很短的嘞，很短哦。所以我们积极啊，跟佛一样啊，啊，讲经很重要，大家要听啊。像我们这心啊，一定要诚，希望无常的滋味。所得到的却是虚妄结果啊，在没有功夫啊抽离啊，不被滋味啊给蒙骗。就像我们今天啊人道来讲啊，也没有人教了，心容易动啊，好跟坏，像我给大众讲佛法，它没有坏，它是好啊。那为什么佛法都看好不看坏？我给大众讲，这叫宇宙准则。像啊，我佛了阿弥陀佛啊，佛在带动他，万一要你看好啊，这个坏是这假身啊。像我们这个假身呢、啊，你看看坏不看好啊，都在虚妄之中哭。那我们现在跟着佛来讲，什么都看好啊，没有虚妄过。每天在精进，每天在啊认识自己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很重要的嘞。所以需要啊，保持距离，莫轻易靠近尝试啊，而得到受伤结果。所以给大家讲啊，希望无常之位所得啊，也是希望结果，在还没有功夫抽离啊，不被之位给蒙骗。现在人大部分为着身体糊涂，代价太大了，不懂。所以我也常常给大众讲，你们要听经，听经哦，听经很重要啊。那听经就要再改谁？改你啊，我们也没有资格去改谁啊。像我讲经说法也是给大众讲啊啊，希望你们大家都能成佛啊。你说成佛容不容易？容易，很容易的啦，非常容易呀、啊！啊，只要你能调心、心诚，啊，坚信很容易的嘞。像我们人体来讲，啊，很珍贵哦。现在很多人都把它糟蹋掉了，好可惜。大部分也别听经了，也不受教，就把自己给毁掉了。我看了很多啊，像这个缘呐、啊，啊，这缘分的缘很重要啊，抓到这个缘呐、啊，不放，改自己，改自己，改自己，很快能见性的、啊。假如这个缘呐、啊，啊没缘，大部分来人道都淘汰了，很重要，而且听经也听得进去，
啊，你叫精听不进去，也没办法的嘞。啊，为什么？方法。啊，他不真听啊，心乱了，自己淘汰自己啊。所以当然功夫有成啊，明白虚妄无常，啊，苦与真相。像我也给现在在听经的人讲，现在宇宙很多在听，灵性很多听。像我给灵性讲啊，其实现在佛下来啊，啊，可以讲变化皆虚空界在超度，灵性很多的嘞，从澎湖开天现在几十万年、几千万年啊，兆亿年都有的嘞，灵性是不死的嘞。像现在啊，我佛南无阿弥陀佛来讲，我们灵性的科技的科技。啊，你能啊心诚，静下心来学，你不得了啊！给大众讲要听哦。而且你看看，我们来学我活的梦中化界障身，啊，借假修真，啊，我们要这身体的个性感没有用的嘞。个性是骗人的，你看现在的科技啊，很严重的，害了几个小孩子啊，护体很多，孩子都不能做主啊，都恐慌了，很严重的，他也不懂，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人体珍贵。啊，当功夫有成啊，明白虚妄无常与苦的真相，像苦真相啊，啊，我也给灵界讲、魔界讲，都在大地。现在魔界讲说：“哎，我不信啊，我一定要造业。”那好，现在昨天我就救了一批，对不对？你现在看看大地是不是都是魔界？啊，阿妈救你的嘞。啊，现在你啊，现在那边，啊，等他20天呐、啊、回来，我把你叫起来访问。哎，有没有道理？我要救小孩哎，这小孩这么多，都流浪了嘞。啊，你看现在他护体魔众这么多，怕不怕？不怕。当然，护子魔众这么多，每个魔众出来讲他的个性。像我这个，你看我的头啊，滋味啊，如来啊啊！昨天抓了5、6个啊，现在就在这上面，我给他最好的享受，吃什么都有啊。再给他看这个大地啊，再我也给常念法师讲，这大地啊，叫他这几个小朋友去看，那魔界小朋友一堆哦啊，给他去看一下说，哦，原来我要压在山底，压在冰山底啊，火焰底。啊，这事情可严重，哇！还有是阿妈救我，有没有道理啊？故事就出来了，很严重的嘞。现在你在听阿妈讲经啊，就知道了，佛在救你们的嘞，不然你当灵当魔，啊，他有个性，我也跟他有个性，我给他闹，啊，给他家不能平。啊，给他父母痛苦，现在很多家庭是这样的，很严重哦。啊，所以当功夫有时明白希望，啊，这个时候再给他看，啊，你要救死，你看你被人家害得这么样，现在你要救死，像我就是叫阿明救死的，现在。啊，也在布里斯本有2位啊，也在给我翻译啊，我也希望他能够加入，啊，把这个翻译起来救一些澳洲人，我们来到贵宝地啊，真的很重要的，啊，现在人道都不懂，啊，当功夫成就明白虚妄无常，啊，与苦的真相，即使这个滋味在前啊，也有个。如如不动，
而不受滋味诱惑与影响。现在孩子哪懂啊？不懂啊。像我们今天呢、假如能够功夫成就啊，成就是这世界都是假的，他是放马的啊，你能够不动啊，才有机会见性啊，得到真正的清凉自在。像这么小了，魔众就找到了，那怎么是养得大啊？个性都不改，人家都控制你，这事情很严重啊。所以要给赵忠讲啊，一定要好的修行啊，个性不要有。像我们现在给比丘尼讲啊，你要知道人家的心很重要的。他说我怎么要知道人心？你绝对要有他心通啊。你没看第六品，他心通、虚名通、天眼通、神足通都要有的嘞啊。那我现在没有修还不简单。像你看佛教你啊，你看看你问他这个人怎么样，他都给你答出来了。你续命怎么样，他都知道了。就好像我在救你们，你们心动啊，你们啊落浪在哪里，我看得清楚的。现在也要自己自救了，所以这个知心就很重要啊。人人知道心是宝，若能调心、用心、疗心，直至心啊全显全能，可以的。我们现在就要给啊比丘啊自心全显全能。可是你要听话啊，第一个听佛的话啊，我讲不行就不行，我讲行就行，很重要的嘞。啊，主要要自己要突破这身障的无明。像你们现在想把三门啊七魄抓回来，你要突破身障与无明啊。就好像说我叫你不生气，你自然会生气啊，我叫你不能生气，你还是会生气。这不能骗人的嘞啊。你现在讲不生气，等你看得不顺眼又生气啊，你能不能控制自己？能。好，我来考你，我考得到你。很快生气的啦，没有那么简单的啦啊，不能做主啊。能到你要修在哪里呢？修在顺啊。人家讲说有道理，假如你不顺了，人讲呢你就起伏了，那叫无明啊。啊，这个无明贪嗔皆有，很难的嘞啊。他这空间打开，你问他好不好改？假如好改，你今天也不会坐在那边睡觉了。不能做主的嘞。现在也不是说慢慢改了啊，自己不能做主怎么改啊？我也不想睡，可是他就要睡。就好像我也不想睡啊，可是他就要不睡啊，这意思是一样的嘞啊。那假如你能抓到自己的弱点是在哪里啊，那你就有救了。假如说自己都没看到自己弱点，那很难啊。像这个嘉贤讲的很老实，他不能做主的啊。假如能够做主，谁想睡觉？他也是个人才。像我们的人才，能像海亮这人才，海亮也不是不得了的人呢，可是也落难了。啊，不是这么简单的啦。可是一定要知心。像我们啊，讲经啊，你能够听进去。正改啊，自知啊，心全显全能啊。若能调心、用心、
疗性，啊，所以突破身体无明，啊，而见自性，则身能够为真心自性所用。像我们在讲说，你有没有真心？我有，你没有。啊，我讲这句话为什么讲你没有？你有真心，你不会被附体的。这是宇宙总则啦。啊，你能够控制自己，啊，我要怎么都怎么样，现在不行啦。啊，任众生摆布啊，很严重的嘞。那我们现在讲经啊，给大众听啊，也是给大众、哦、我听了哦，这点我有，我要来改。哦，这我有，我要来改。不是你都没有错，你怎么去改？你说你都没错，那怎么会睡觉？不可能的啦。就是我们里面啊，有一个宇宙准则，人家会抓你的。你有这弱点，人家才会抓你的嘞。不然你叫他叫他不睡，他也不想睡啊，他就一直叫他睡啊。叫他叫你在华为，他一直叫你睡的意思是一样。啊，你眼睛就想张开，耳朵也听到华为，可是就是张不开。这就是个性啦、啊。啊，像我们面对个性，就面对自己，不是面对谁。啊，能够好好的改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我们主要是要见性。啊，所以未见性前，啊，所以这个啊，心来受无明业力所用，受轮回牵引。像这个话啊，我会给你解开的很清楚。为什么无明业力所用，受业力牵引？你个性不改没关系啊，啊，你都在空间呐。像我们人道很可怜的嘞。啊，只要想说你通通睡，你也不用学佛啦，你就自己学就好啦。啊，你再厉害再厉害，自己就要去调我讲的是对不对？啊，我到底有没有偏？啊，我为什么不想睡一直睡？那我为什么会进入空间？那个都是真理的啦，不是你心啊很硬的，不会，什么都不会，啊，不会，那你就能做主了，也恭喜你了。所以当随外境啊，啊，随业而转，难以自主。啊，当随而转，就像我们不想睡觉，他眼睛睁不开，一直想睡，啊，也没办法，就是当随业转，难以自主，故心啊，能变多变。你要了解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，问题出在自己了。啊，最怕就是无明了，喜欢生气，像有时候自己生气也不懂。现在你修我来讲，自己生气都不懂，有时候我都看他在生气，他也不懂。啊，所以这生气啊，里面就焦了，很严重的嘞。啊，那为什么这么容易无明生气啊？啊，自己很大，习惯大了，啊，所以一直生气，就把自己给烧了。你也是一样啊。现在我们碰到高人就是阿弥陀佛，啊，要好好的听哦，啊，好好的听啊，好好的改啊，就是救自己的。啊，叫你听经啊还不改，还容易生气，就好像我已经做了怎么样做的啊，我今天又什么这样。这个叫你的无明啊，啊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他不会乱来的嘞，没人懂，啊，像现在轮回痛苦是自己啊，所以给大家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，要改哦，
啊，这讲好像啊，这个啊，佛讲，即使沦为各道受苦啊，亦啊得以各道之众心众心啊，因业缘不同啊而显不同的之心，所喜怒哀乐啊，这个哀心、怒心、乐心、爱心、义心、恶心、善心、贪嗔痴心，像你们现在。不能改个心，你看看你里面有没有啊？你假如说你都没有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是佛来的啦，没有人懂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啊，自己能够明最好了，啊，你要越明的人越知道自己的缺点，那我告诉你都有救，啊，假如说我们今天来修行了，啊。越不知道自己的缺点了，啊，越不能改，那就没有救。啊，像出师在乡下宜兰啊，也是很单纯的。啊，哪知道现在业显出来这么多。啊，有一点啊不认同这句话，我也跟你讲，你不认同，你不会生病的。啊，你生皮肤病也不会这样。他什么因什么果都不能骗你，就像嘉贤，他不认同，他也不会脚会痛的，他旧病复发了，这意思是一样的嘞。像我们自己啊，都要去面对。啊，什么因什么果，他都跑不掉了。你要对你自己啊，伤害最大就是，啊，只要你啊，这一点有自己啊不认同了。你自己身体要受苦，你们的心啊，我看得很清楚的。可是我心已经讲得这么清楚，啊，你们还是自己为主就很难。啊，说随身老病死而起状，不安之灵，心已难安。像我们的相关大佛是给大众的是个大法。啊，而且大法能依大法，谁在依佛啦？啊，说何时心坚定不变，啊，心火不移啊，人定啊，慧光现。像我们今天群众来讲，都要感恩在这世界里的。啊，人家为什么没有这么多众，我这么多众生，才知道我们的个性呢，万万种。啊，不是只有一个，这么多的个性，就为了权力。像我们现在人道来讲，啊，为了这假身付出代价太多了。像今年在听啊，应该要，啊，苏醒，没有人害我们的，都是自己害自己啊。像我们今天只要信佛，佛在给我们请坐，啊，只有改，没有念头。啊，你的病就好得很快。假如说你今天啊，信佛还有疑，啊，为什么我这么多事这么复杂，啊，这么多种都出来，啊，不然人家怎么不病你病啊？这问题也是出在这里的。啊，若能够无惧无碍之心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信佛啊，很深的嘞。啊，只要你用真理走，你就不生了。像我是用宇宙准则了，佛所讲的都对的了。啊，没有人害我们的了，我们都是自己毒死自己的。像我今天讲的没有错，啊，我们也不会在空间，而且身体一直虚啊，很严重的。啊，只要你能够认清楚，啊，这个，今天很幸运闻到大法，啊，能法喜，群众法喜，那你就不得了了。啊，不是众生出来讲了，啊，你耿耿于怀，哇，这事情可严重了，啊，你请不完的啦，只要你动，他就一直出来。啊，一定要能够明，不是暗。
啊，心暗啊，对你伤害很大的啦。像这个超度带众生苦都要的嘞，啊，不是这样啊，你不用带众生苦，像坐这个位置不是这么简单的。啊，佛所讲的人了解，好好的解开给大众听。啊，比丘比丘你都要的嘞。像我们的心来讲，能无量限，无限的，啊，也可以很窄。假如为了自己本身呢，那就太可惜了。能够慈悲喜舍，啊，能啊兼贪啊，能兼贪抓紧不放，啊，这个能成佛，啊，亦能成佛。现在魔太多了。现在孩子大部分都成魔了，我在讲这个，大家可能听不懂。只要网站在，哪个不往外求？就像我们台湾来讲，啊，有一个孩子啊，拿枪啊，在地下铁杀人啊，啊，他妈妈讲很怪啊，都在房间啊，网站上瘾啊，杀人魔来，身体给人家用走了。有没有在台湾啊？教育很重要。像我为什么啊，一直要还我这下一代的教育啊？这下一代不行了，这世界就没有了。所以你们现在啊，岁数这么大，帮助下一代很重要的嘞。啊，你找不到我这个是吧？我跟你讲，知心啊。很重要，像我们这里有幼稚园很重要，小学都重要，啊，叫他纯净纯善，人道很可怜的。啊，所以心很重要。啊，人按人名，人有限，啊，人无限，啊，无慈悲，啊，人慈悲实相，啊，人兼贪，啊，紧抓不放，人成佛亦能成佛，没有人懂的嘞。啊，种种难言尽之心呢，与修行中皆当舍离。当放莫抓紧，啊！所以要给大众，人生它是假的，它是借用的。像我们啊，现在也给大众讲，改，再改，啊，改再改。假如你讲说你都是对，你也不用学佛了。像我们的问题很严重的嘞。像人越没有心越好，做无做无做无做，像人里面都看不到满满的嘞，啊，哭了也很多了。有生呢不会珍惜，没有生就来不及了。啊，所以啊，人而能转静不自主，啊，不被心牵动心动，而能转静自主啊，心中啊。能清楚各种心，那你是学佛啦。像我们这里请的话，请不完。你看我今天请的啊，老师的哎，啊这个头部跟心啊，请了四个，都无量数位，不计数位，一个就不计数。你说身体空间有多大？哇！你要把人家吓死，还在写着无计数啊，无量数很简单。那众人有多少啊？啊，说诸子啊，现在所现何心？啊，心能做足啊，令生随心而行，或是见性呢？那无心之财，当然是无心啦、啊。
做无做无做无做，像我们这无心很多什么心不能动啊，不能波动，无心中啊能看清楚各种心，啊不被心牵的心动而能够转静自主，啊人家讲你啊，啊你动了你就输了，啊人家讲你就生气、啊、你就输了。这任意随心呢、啊，为救世度众的心。真的，佛法很棒的，啊，假如能够啊，任意随心，啊，像我们现在学佛两个字给他的，你不救度众生，不是学佛了，啊，你有心假如我要救度。我要帮助众生啊，任意随心为救度，那不得了，那是救度了啊。所以啊，佛才再续前行啊。阿弥陀开始讲，诸多过往三面持续前行，心当有悟，调整再续前行。这句好像大家听不懂，怎么再续前行？改来改来，再往前走，啊，能够啊给大众讲，主要在进行。现在人体啊，知道这人体空间太大了，啊，你放想越多，放想越多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你这身体的容量装的东西越多。像现在啊，我也打开这人道来讲。就像我们现在中国人福报啊，佛把我们身体打开了，我们来调啊，还能够见性，最少能往西方。像外国人来讲啊，他来说法啊，身体给众生吃，自己要吃很多啊，每个人都很胖啊，到后来每个人都走不动，都是生老病死。假如你来看到澳洲人呢、啊、你会看，你才知道人道修行很重要啊。你们外面看不到，我出去看得到来，都是来受报的。你知道澳洲人哪有什么享受？房子也不是住得很好，啊，木屋住的最多了，就是吃了，等死了。像我们中国人，今天不是佛法啊下来讲，我们也一样的嘞。啊，假如修行都不会看人，那不是修行人啦、啊。啊，修行人看了以后才知道，到底我在人间呢，啊，到底有什么用？啊，你能救人，自己要改呀、啊。第一个救你家人呐、啊，你不改怎么去救家人？很严重的啦。像打开了，你看人到一文不值再来，就是等死，也没出口。啊，不像香港大王师佛在教，老师在教，要你见性。啊，身体科技的科技，能掌握自己。没人懂。说诸多过往啊，生命啊，持续前行。啊，心应当有悟啊，调整再续前行。啊，这句话很深的嘞。啊，要走更远的路。啊，帮助这人道的复杂的个性。你不再续前行，你怎么能见性？我讲大家要听我，尤其比丘比丘尼。啊，啊，你没有啊，真正的。认识啊，这世间呢、啊，啊，人道很复杂的嘞。啊，我讲有，你讲没有，你看你多复杂。啊，我讲没有，你讲有，那你就多复杂。啊，自己没办法做主啊，你要讲的都没用的。啊，所以啊，成长之力啊，珍惜生命之气。调整再续行，很重要的。
啊，所以生命精进啊，年复一年啊，因此何为此事成？现在我也敢跟你讲，你看，人不是来给鬼用的来，现在人道他们都给鬼用的来，我也打开给你们听了、啊，从头无尽的来，啊，那样要怎么能够苏醒？知足常乐，像李秀翁，你要知足，啊，你不能知足常乐，病好不了的嘞。像你啊，几千年、几万年，啊，几百年都给你请众，啊，人家都没请的嘞。啊，说年复一年，因之何为此事成？莫在迷中度了。啊，度过此事成呢、啊，生命无可再，啊，再可是。就是、啊、一年一年的过了啊，就是新的一年过，人老多少啊？没人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这个很重要的嘞。像现在啊，啊，这个把这个佛法打开，人生来讲啊，那个性也不是自己啊。只要你自私也不是人啊，这从小教的来，所以啊，心量要大。像我们学佛心量不大，你想见性，假如跟人家人和不和，你不可能见性的啦。啊，只要你讨厌一个人，就不能见性的来。生命当喜哟，啊，喜此言，喜此句，啊，将生命突破。像我也给大家讲，个性不值钱呐、啊。假设里面啊众生这么多，啊都在空间，还有个性，你不可能改的啦。我给大家讲要听哦。啊，改变下好是自己的自行觉处，很重要。啊，像我们学的大法，啊，这个大法自己要认真去面对自己，不要去面对谁。啊，这样你不认识自己啊，你也没办法救。所以对世人而言，内外皆动。啊，对修行人而言。外动心不动，很重要的呢。像我们现在修行都是个体啦，啊，我没有去不要看别人，啊，能够帮助我给大众讲，你就赚到了。假如说今天呢，修行一年一年的过啊。还在原地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啊，修行一年不一年不一样，那就不得了了。为什么？众生都有救，像我们现在跟的佛就是度众，啊，也把自己业给消了。啊，假如你还很自私，你就输掉了。所以。动其身啊，人动所动皆可动，外动可随心静，外动可随静，随人随事随事无秩序，但心肯一定不受外动而动，切心人，这是佛法了。现在你啊认识佛法，啊，好好的听经啊，每个人都可以开悟，啊。现在问题是自己个性好不好改？啊，你再强都没有，人家一进来你就倒了，这很严重的问题。啊，这个好像大家听不懂，说个性强没用的，重金进来你就倒了。啊，那你说个性值不值钱啊？
此功虽不易啊，但是易修有成，需备之能力。啊，像我们现在功夫实在很简单。啊，像我们的灵敏啊，不是为了自身灵敏。现在很多人为了自身灵敏，人家讲你就动，啊，就是撑，啊，撑怒。那我给大众讲，这事情很严重。只要你心善会动，啊，身会动，你要捐心不可能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没那么简单。啊，只要你动啊，我跟你讲，魔众有多少？啊，你的冤气在身体有多少，你就被抓了。像在我们贵宝地，我们打开你们看得懂。像我讲经也讲得清楚啊，啊，此功虽不易啊，却是易修有成，啊，需备之能力。或者本来啊沉淀静心而静心啊静之心，却因外境之难。啊，这外境之难好像给他的个性不要太强。啊，主观不要太强。像我们的个性跟主观是身体在用的嘞。啊，佛缘仪啊，音声啊，表情啊，啊，波动难平，时时坏了净化之心。啊，再说朗浊再要下一番功夫，除浊请浊。啊。所以你要看现在附体有多少。像我给现在修行人讲，不管比丘比丘尼都好，是只要你有个性，你身上众生就动了，好严重的嘞。啊，所以一解身之难啊，一苦啊，一啊，本来有静的静心啊，因退步。再加上修补根上，像我给全世界修行人讲啊，一定要听啊。身体它是有时间借用的，啊，身体的个性第一个要改，啊，你越强越强啊，你要改很难。现在你们几个问题啊，都是你们个性太强，啊。好不好改？难改，难改也要改。难改用什么改？用心，心很重要的嘞。啊，所以啊，因退步再加上修补根上，啊，与本来有静的静心啊，静之心，以解身心难于苦。像现在很苦的人，叫他来。他自己害的，没有人害他的。像你现在个性这么强，受苦是不是自己啊？也是啊，没有人害你的。像佛法的浩瀚啊，高照在改个性，改这个假身的个性啊。啊，假如你这假身个性很跋扈，还是自己主观很强，你不可能见性的啦。现在我们要把主灵啊。灵性给提升，啊！假如你灵性不能提升，学我跟老师一样，输掉了，真的。所以啊，进退之中，时日生命已过。啊，若受终啊，而念佛未能一心不乱，啊，未能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又何能把握生死有关？像我也给大众讲，我们是要移民的嘞。啊，移民希望极乐世界的嘞。啊，想要移民也有条件。啊，不用一毛钱，就是改个性，没有人做到。很可怜的嘞。啊，我也不要你一毛钱。
要你改个性，改不了就去不了了。很严重的嘞！啊，若能够把握生机有望，啊，本来一句佛号能念到底，又如何把握往昔转？外动而心不动，为见性所需之功。啊，此皆心念呐。自己胖珠子啊，日刻有进，所以拜佛勤唱，念佛定成，诵经莫分，啊，高兴改除，啊，贪嗔痴慢，疑啊当戒，个性强没用啦，不能做主啦。像你们啊讲的啊，心的个性很强，没有用。你都不能做主，个性强有什么用啊？所以戒定慧成修所戒不坏，定功有成，智慧得现。啊，主要是救自己，也不是救别人。啊，慈悲当养哦，你改个性啊，你的细胞就能改。你就是慈悲啦，啊！你个性不改，啊！你没有慈悲，众生也不会给你化解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。现在我给大众讲，众生都在你身上，没在外面。啊！慈悲当养，心量如海，无边。心包啊，啊如虚空无尽，直至啊寻回自性，见性化身再见，可以的，每个人都可以，佛法很棒的啦，啊看你要不要去改个性，假如你个性不改，不可能见性的啦，所以、啊、就是度众，啊众生身心，净弘净土大法与法界。啊，像我们比丘尼，又要一千个比丘尼，都是要弘法啊，弘净土大法，承传法界的。啊，现在很多人讲啊，不懂得用重新开始，像修行佛讲的很好。啊，用心下手，过往层层啊，叠如山。啊，神智啊，比高山，比水深，这种从啊重啊，这种的这么深的过去，孩子如果扛得起，走得动，这句话啊，这个。啊，佛在讲，叫我们不要自私啊！你讲自私啊，你身上重灵这么多，啊，层层对如山，此智比高山高，比水深，这么重，这么深，怎么过去？所以你越有个性，就把自己给堵死了。啊，所以佛就讲啊，佛教孩子一个方法，不想过去，不想未来，啊，活在当下，重新开始。像我常常，啊，佛讲经我讲给他，没有过去的啦，可是你们都要有。啊，受苦是自己，也没有别人啦，也不听的。很可惜的嘞，啊，像每个人都是个体的。假如你听佛的话，啊，没有心，可以的，不是不可以的。
没人懂。啊，所以活在当下，重新开始，每个当下都是新生。啊，这句话很深的。啊，你想到昨天就没有新生，当下有。哦，对了。啊，不受过去牵绊，不被未来，卷住，这是修行。啊，当过去冤亲债主现前，马上提起忏悔心，真忏悔改过。啊，当全身呢、被业众生占满，难以做主，唯有精进诚心拜佛，念佛行善。啊，你看佛就叫你心好了，都看好。像你们在群众，假如心不看好，我看你没办法断。啊，这个心啊，在这里啊，一定要改。假如你现在心都不改，你们要翻译都不可能，而且要看好。啊，你也没资格怨天尤人，啊，你都害人这么多。我给大众讲要听我，啊，都是你害人呐、人家在你身上的。你不忏悔啊，怎么可以化解前罪？不可能的嘞。像我们现在啊，给这种啊，知道忏悔啊，越淳朴越善良，他都知足了。啊，假如众生出来你不忙，心还是在搅和，那我告诉你啊，结果在变化中，啊，那我跟他会一成不变，这事情很严重。那痛苦是谁？是你，没有别人痛苦的嘞。啊，才知道人道不能来呀、啊！啊，人道来，你看看，都不择手段啊，把自己给毒死啊，不能不懂。啊，所以现在所得任何结果都还在变化中，有变的余地啊，会一成不变。啊，像我们今天佛教我们方法改心呐、很简单了、非常简单。假如我们个性还是很强，嚯、那你就去受报吧，跟我也没关系啊。好心劝大众要听我。啊，决定心要慈悲，要看好，不能动，说自己、陷入泥沼，难以自拔。啊，越有个性，越把自己给害死了。现在看到自己的啊群众，你们这么一堆人在群众，你们都是自己害自己的。啊，所以啊，心中定啊，不被波动，啊，自己莫陷入泥沼，难以自拔，才能够领受本来含容无尽的清凉自在。像现在，啊，只要你不要有过去，啊，重新开始改，什么都看好，啊，不要讲啊，我以前很计较，不要了。啊，所以现在佛的高招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不得了。啊，只要你断了过去啊，你都能见性的。假如你过去断不了，就像水一直流，你翻得了吗？翻不了，回不来的。啊，没有办法止境的。没人懂，很严重哦。啊，
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这个啊，生命行啊进行间有多少是眼，生命啊行进中是眼。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。像我们现在啊，佛教的长流来讲啊，它是行为啊生命之相，解离啊生命的轮回。像我们今天也给大众讲啊，像高僧就是你今天啊在这世间呢 啊可以讲呼风化雨啊，也带不走啊，啊大地也带不走啊，啊像我们呢为了这身体付出代价太多啊，每个思维都密密麻麻，很可怕的啊，所以无在啊，啊思无在想，解离啊，生离生世界。像这个残留，很多人不懂，就我们一直轮回，啊，没有止境的一直轮回。啊，佛教你止境啊，要止住啊，止住，不要再轮回。啊，那怎么不能改呀、啊？啊，真的要改啊！你不改啊，不能挺起来的来，不能处理的来。像这个灵来讲啊，啊，佛解开的非常好，让我们今天闻到大法。啊，主要也给大家改个性非常重要。现在问题啊，啊，自己主观也很强，个性也不能改，啊，对自己伤害很大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解离生死轮回，在这一世要做到。啊，所以出离人之清明，像听经啊，听啊，跟人相处要看，也是回光返照。啊，人啊，真正的能够找回自己，能够做主。像我们现在大部分不能做主，啊，主观强，觉得都是对，对了你也不会分层啦、啊。我给大众讲要听我。像我们只要眼睛闭了，就输了。